上街，外网的小孩为了在速通网站留下名字，我本以为这已经够抽象了，但没想到他很快又给我发了一段素材出来。开局我就绷不住了，很好，亮堂堂的沙漠神殿里面插满火把，但我没记错的话，沙漠神殿里的混凝土似乎不是这个颜色。很好，他开始向下挖掘，然后这位小朋友跳到了水里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压力板变成了水，但我们可以听听他说了什么。 Water down here, holy shit, I have to get the TNT, so wait. Oh my god, it's another room. 很显然，这里是一个官方都不知道的隐藏房间。在沙漠神殿的地下藏着一个卧底传送门，但是这个隐藏房间的传送门它放反了。这位小朋友似乎很有疑问。Why does it not work? What? Wait, give me a second, technical管理员已经绷不住了，发出了狂笑。你好，左下角的切换生存模式依然暴露一切，但是你先别急着笑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乎你想象。 Let's go and now we are back, boys. 很快他现在挣扎了所有束缚，不装了，不演了。在他用创造模式打爆所有水晶后，神奇的操作又发生了，他居然这样射箭。 no, 感觉在看的各位 no. 每个人的水平都比他高吧。我绷不住了，太抽象了，你们会为了留下一个速通记录而去上传虚假视频吗？当然我是说，众所周知视频不能拼，所以这一定是个真的速通视频吧。